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38页啊，638页第六行，课题三图写图。请看经文。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经文上这几句话了，重要的是幕后这一句啊，命中皆得解脱，这非常难得啊。请看经文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，这种人多啊，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，人心浮气躁啊，听骗不听劝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啊，纵然是富，贵，富是有财富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安。今天的社会啊，跟三途疾苦之处好像没什么距离。啊，人世间伦常没有了，道德没有了，因果也没有人相信啊，圣教都把它当迷信看待，人活在这个世间确实苦不堪言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三途，途者道也。三途，我们就是三道，火途、血途、道途。火途是地狱，地狱是一片火海。
血徒是畜生，畜生死的时候几乎都不能避免流血。那幕后这个刀徒啊，是鬼道啊，鬼道众生时时刻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啊，所以由此可知他的心慌乱，不能够安静下来。下面是小狱见寒热，小地狱有寒有热，大地狱唯在热，从热而言，故地狱名为火土啊。畜生互相啖食，故云血土啊，弱肉强食啊，所以死的时候都是流血啊。恶鬼常被吃，比啊，这是恶鬼道的一般状况啊，被那个强。强有势力的鬼王被他当奴隶一样的看待啊，那鬼道啊，啊，也都是在恐惧当中生活的。这个状况我们能理想得到，能想得到，在人世间造种种恶业，怕人知道啊，时时刻刻想避开，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浮气躁啊，昼夜不安。啊，那么这叫道徒，卧趣众生，在极苦处蒙佛光照，其苦修止而得安息。啊，这是佛光，佛光实在讲是遍照。啊，谚语有所谓，佛度有缘人。有缘他见到佛光，没有缘他见不到。啊，三途众生见佛光就更难了，要有殊胜的缘。啊，因为他蒙佛光照，他的苦可以停止。啊，得短时间的安息。古人戒得休息。应佛本愿曰：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见我光明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，这个愿是为卧道众生而发的。下面说经此殊胜光业，正是此愿之成就啊，今人命中的解脱。经文上最后这一句，
正是愿文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。啊，那么由上可见，三途极苦的众生，因为见光的缘故，尚能惜苦。他的痛苦减少。啊，命中往生，这是无比的殊胜，故知弥陀愿力，微光摄受之力，具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弥陀的光明无处不照，无时不照，卧道众生有见到的，有见不到，啊，包括我们人道比三卧道好的太多了。我们人间有没有蒙光烛照呢？有，从来没中断，我们肉眼见不到。这就说明佛所放的光，光波跟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不相同。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很有限，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到。啊，如果我们各种光波都能见到，这宇宙就变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。啊，那么由此类推，我们人眼大多数相同，有少数不一样，他能见到。那我们看不到的，他能见到。那或者我们说是不同维持空间。啊，有人能够见到。啊，见不到的，我们对于不同维持空间在猜测。啊，从数学上推论有，肯定它存在。啊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能见到。啊，让我们能够接触到。这都是科学家的命题。他们在研究。啊，现在我们用仪器能够探测到紫外线，能够探测到 X 光，啊，有一些光波我们能够探测到。不加以仪器我们见不到。真的他们没离开我们。啊，这就是说明高维持的众生，他们能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们。那我们称他们为神仙，为神圣。那他的确比我们高。自古以来就相信，现代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确实有这回事情。语言重要啊，啊，我们在理论上
稍稍能体会到一些，还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，障碍我们的眼呢、啊？每一个人，每个众生，都像如来一样啊，具足天眼、慧眼、无眼圆明的，像佛一样啊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见。人人都有的，不是只有佛有，但是佛这些眼都开了，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开，天眼不开，法眼不开，慧眼不开，佛眼不开，不是没有，有没开呀、啊？啊，如果要开了，跟佛同样之间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上讲的无眼圆明，我们不怀疑。啊，鬼神是报得的。啊，他一住这一道，他就得到。啊，像我们的肉眼是报得的。啊，到这个世界来投胎。睁开眼睛他就见到啊，我们有天眼，天眼睁不开，有障碍啊，需要修定，修定定功愈深，这五眼都可以打开啊。我们相信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无言就去除了。啊，那么三途众生，因为见佛光，就能减少痛苦。啊，命中的时候能往生，那往生的条件要记住，信愿持名，在临终的时候，这往生的条件要是具足了，啊，他在卧道里忏悔业障，在卧道里头对于在人间这一生做的事情，善恶他都知道。啊，所以有许多真正忏悔。临终时有人提醒他，信愿持名。啊，他真正能把万缘放下。一心念佛，真能往生。故知弥陀愿力，微光摄受之力。具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力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放光摄受众生。这个威力也不可思议。又观经云，这观经上几句话，我们要常常记住：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这是观经上讲的清楚。
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，随顺世间人所说的应身佛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，啊，实际上不是的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现的身是报身，啊，报身在十报庄严土。那么同居土、方便土呢？所看到的全是报身，为什么？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书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什么品位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是化身菩萨，也就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方便土受十报土的待遇，同居土也受十报土的待遇，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。智慧很像佛，像阿弥陀佛，相好光明都像佛啊。那么报身佛是什么样子？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是三十二相，八万四千是表圆满，一一相中就是每一个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一一好中呢富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所以我们念佛就有佛光照耀，我们自己没有感觉，鬼神有感觉，那些凶神恶煞看到佛光照你，他离你远远的，不敢伤害你。这个事情是真的。我们如果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就会念佛不间断。念佛有这么多的好处。我们念佛，佛光照我，阿弥陀佛知道啊，不是不知道啊。我们不念佛就打妄想啊，阿弥陀佛也看到了，你还有这么多妄想，还有这么多杂念，那如果我们能在这个经文上体会佛光照照没有间断，不分昼夜，我们能放下念佛吗？啊，自然佛号就相续了。啊，而是对经文的时候不熟悉，忘掉了。
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，六道众生跟阿弥陀佛联系啊，现在的术语叫热线。我们每个人跟阿弥陀佛有热线的，哎，你只要一心专念的，念念跟阿弥陀佛通信息，就连上了。啊，养成习惯了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，就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，他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啊，他就是个生活简单的，万缘放下了。我们今天讲生活简单还不行啊，你还有房子，有房屋，你还有财产。啊，这些东西你不挂念，虽然没有念在口里，心上真有。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啊，让我们分心，让我们生贪念啊，让我们真正去关怀他，把佛号常常丢掉。啊，海鲜老和尚他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他往生了，他的衣服啊就在房间的旁边，他把它叠得好好的放在那，他所有衣服就是那一堆，好像我们旅行一样，带个旅行箱子一样，全部财产就那么多，什么时候走都带走。他不是搬家，他没家。所以世尊给我们做的好榜样，出家人的财产三衣一钵，太简单了，不需要箱子，打个包袱往身上背着就走了。你说他多自在啊！这叫真放下了。我们虽然讲放下，放下，只是放下局部，还有一大半没放下啊。佛教给我们的彻底放下，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才能现前。啊，清净心，阿罗汉了，没有染污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放不下就是染污，心里常常念着，常常放在心上，这就叫染污。啊，真正觉悟了，彻底放下。啊，有，别去想它，别去理会它，这就放下了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李老师有一次讲经，我们有个同学许元登，家里失火了，家的人来报告他，他在听经，星期三老师在讲经，许元登没有理会，还是在听经，好像没事一样。啊，听完经之后再回去，李老师就把他这个例子给我们提醒，像这样放下就真放下了。
啊，也知道是听闻经教比那个重要。房子烧了无所谓，课不能去。啊，这是大事啊！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！啊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啊，平常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放下了，真放下了，它才管用啊！啊，我们这一般人，家亲眷属、亲戚，最难放下的。啊，财务都很不容易啊！啊，在明文里呀、啊，不但不放下，念念在追求啊，这佛怎么会念得相应？啊，怎么相应呢？彻底放下就相应了。为什么？念佛要用真心，这是办大事啊，不是小事啊，超越六道轮回的事情，超越十法界，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的？这是大事。那大事就得认真，不能轻慢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一夜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，给念佛众生保持不中断啊！什么时候他功夫成片？功夫成片，心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妄想杂念全没有了，这就成片啊！功夫成片，佛一定给你传递信息啊，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，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，等于是给你受记了，你往生有把握了。那如果有足够的时间，心地坦然，万缘放下，啊，家功永恒，三年五载提升到四亿心不乱，四亿心不乱的人，他往生住方便有余土啊，只要得四亿心，四亿心也有三杯九品啊，下下品。方便土的下下品啊，在同居土上上品之上啊，十报土我们没有把握，这个可以啊，这种机会每个人都有啊，就问你肯不肯干啊，那真的是大幅度提升。
方便土也是三倍九品。应当学习啊，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业心不乱，那是往生十宝庄严土了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你就生到十宝土啊。经上讲的这个八万四千相，八万四千随行好，八万四千光明，都是十宝土的。生到十宝土，相跟阿弥陀佛的报身完全相同。又《般若赞》里面说，不为余缘光普照，唯觅念佛往生人。这两句话好啊，佛光普照不是为别的缘故，专门去找那个念佛往生的人。幸运持名就得佛光普照啊！真心切愿，没有怀疑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！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如果遇到缘，就对于众生有利益，有殊胜的利益啊，我们可以帮助他走，做好做完了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，这就对了啊。若无其事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助啊，工作做得很好，众生得利益，这是身心。身心跟无助是同时，不相妨碍。身心不爱无助，无助不爱身心。这个境界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在佛净土里面是理业心不乱啊，上生十宝土啊。故知真舍念佛之人，皆是居缘遇光之人也，居足遇光的这个缘分。那所以净宗这个法门，每个人都可以具足缘分。那问题就是自己肯不肯干。那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，我们第一天见面，我向他请教，他教我看破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又帮助放下，从初发心，到圆满处，就是这两种方法。啊，像爬楼梯一样，啊，放下底下这一层，
你到上面层，再放下这层，又都有更高一层，啊，相辅相成。从初发心到成佛，就这一个方法。不肯放下，你就不能上升。你提升多少，看你放下多少。真正修行人就修这个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了解诸法实相，啊，对于一切法的真相明白了，啊，真相是六道十法界不可得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六道轮回是虚妄。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虚妄的，虚妄就要放下。真实呢？真实是不可得，是假象、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，你无法想象，你决定没有办法掌控。那像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秒钟，2240兆次的生命，你怎么能掌控？啊，不但你不能掌控，你看都看不到，不是，它太快了。我们能看的东西至少一秒钟三次的生命啊，就是三分之一秒，有个概念比这个快点概念都没有了。整个宇宙尽包括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这个细胞新陈代谢啊，细胞里头还有细胞更微细的，要知道它的真相，真相是高频率在那里生灭，前面灭了，后面生了，生灭不住啊，它不停止，那就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假的不可留念，假的不可当真，自然很容易放下。你要把它当真就很难了，知道它是假的，根本就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没有这个东西，好。啊，84000法门，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最殊胜，最容易。只要你能掌握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可以说修这个法门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漏是什么？因为你对于这个世间还有贪念。还不能够彻底放下啊，这就不能往生，它障碍你啊。彻底放下的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而且随时可以往生。
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想走就走。啊，什么时候想走，念头才动，佛知道，佛就来接引你。啊，我们想走，佛不来接。啊，为什么不来接？我们还有留念，还没有真正彻底放下。甚至自己还不知道，佛知道。那么第二种情形是，佛要留你在这个世间表法，你跟这个世间人有缘。啊，还有一些人需要你得度的，跟你有缘。啊，这个往往佛是把他留下来，让他多住几年。佛不度无缘众生的，所以每个往生的人会遇到光，有这个缘分啊，会见到佛。下面望西斯疏曰，这个疏里就是个问答，问人间行者，又见光难，三途众生，其者得见。这个问得好啊！啊，人间修行人见佛光难，那么三恶道众生，他怎么能见到？他的业障比我们重，这底下说的就重要了。一切男女追圣父，这个男女是他的后裔啊，他的儿女，他过世，儿女给他追福，就是朝见啊，做朝见的佛事，这个佛事有感应，有大金光照地啊，那么地狱都能找到，何况恶鬼出生啊，恶鬼人他们见到，我们没见到啊，这是凭追福啊。啊，超度古时候很灵啊，现在未必。为什么？古时候做佛事的人真有修行啊，他认真在做佛事，他不是为了要钱，他是为修功德，我度一个人，帮助一个人，在三途里头离开三途，啊，能够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积累的功德，所以堂堂佛事他都认真。现在真修的人少了，佛事是论价嘛，论钱的啊，有的时候钱拿得多他也未必肯认真啊，念经也有偷工减料，这经上规定念七遍的，他念个三遍四遍
有啊，很多。啊，所以现在有人问我，老人过去了，要不要给他做佛事？我的答案是要。怎样才有效呢？经你不熟，法师请法师你，你跟着你。啊，真心的，啊，跟着他念，这个就有效。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就得十分利益。啊，这样做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无论做什么佛事，诵哪一部经论，自己预先读几遍，法师读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啊，这样好。自己没有沉浸性，做表面工作啊，那个主法的勤的法师也没有恭敬心，只可以说做比不做好啊，效果不彰啊！啊，这个我们得知道啊。那么《心地观经》上这两句话啊，第一句是他的后裔给他祝福，由大金光照地狱，光中言说神妙音。这感应呢，光里头有妙音呢，这个妙音是我们耳根听不到的啊，所以开悟父母念法义，法义就是发心啊，发心是发心求生净土，发这个心啊，他真的就往生了啊！所以这些年当中，我们净宗学会提倡做三时心念法师，三时心念名扬两利啊，我们可以参加，同参道友也可以参加啊，不信佛的人也可以参加啊，真有效果啊！主法的人没有这功力，大众的功德凑起来也非常可观，也能帮助你往生。这孝慈追善，相依如此啊，这是很普遍的啊，老人过世，子女给他陪福啊，做超度佛事，弥陀广义其堂眷护，阿弥陀佛的光啊，光明铸造的利益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唐娟是空过的，啊，没有真实利益。古人叫唐娟，啊，这个就是福不唐娟。啊，决定能得到利益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至心得生。啊，经文是接着前面的，这个意思要明白。
超见者，他的儿女，他的晚辈啊，这些晚辈要能够智行，就是一心专注做这场佛事，就能够感应他往生净土。我们看经文，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光明里头有音声啊，前面说过，微声功德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得生其果。这一段文不长，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看念老的主题，若有众生闻其光明，也知道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这一段指闻佛光明之德。日夜称说，一切随意所愿得生其果。日夜是不间断的，佛号不能中断。本经无一本，善男子善女人闻阿弥陀佛声，称誉光明，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啊，其光明好，至心不断绝，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这是无一本的经文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善男子善女啊，听念佛的声音，听称赞的声音啊，因为这篇经是讲的光明遍照，啊，至心不断绝，至心是真诚心，真诚心里头没有夹杂，没有染污，没有分别，没有中断，啊。这是之心。那么我们心里头的愿望，帮助亡人往生阿弥陀佛佛国，这个做得到的啊，今今夜现在这个本子，闻其光明微神功德，相当于无疑的闻阿弥陀佛声。那么经文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相当于无一本的朝暮常称誉其光明好。至心不断绝，那么今之随意所愿的生其苦，相当无疑之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苦啊，这是跟无疑本呢完全吻合。会所里都说，日夜称说弥陀
光明，智心不断，是则生因也。啊，这是往生的因。然则称彼名号，弥陀圣号，智心信要，是日夜成说矣。啊，苏为日夜成说，智心不断，成为往生净土之因。啊，多给往生净土具足啊因缘。啊，而信要持名，信是真心，要是欢喜，欢喜往生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求生净土。啊，持名是这一句佛号，专念这一句佛号，这也是日夜成说之意。啊，跟经文上日夜成说的意思都相应，且信愿持名是往生真因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在信愿之有。品位高下，在持名的前身，所以信愿持名是圆满功德，那往生真言修净土就这四个字。啊，故戒随缘得生啊，没有不往生的，往生完全在你是不是真的你相信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，愿是真愿意去啊，那就真的愿意我离开这个地球啊，我真想去。如果是想去又还贪念这个人道，那就难了，把你的愿心就破坏了啊，真心切愿往生的条件具足，念佛功夫前身，那是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差别。我们只要求往生，不求品位啊，但是这个佛号要念，佛号不念怎么样呢？妄想杂念就起来了，把我们的清净心破坏了。我们用这句佛号修清净平等觉，经体上清净心先前，是方便有余土，平等心先前，方便土的上辈，三辈九品上辈，要念到离业先，那就是十宝土啊。这个我们搞清楚搞明白，不怀疑，一向转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就眼前来说，念佛人身心健康，底下这一片
寿终无量啊。这讲两桩事情，寿无量，终无量。极乐世界人多，数不清的啊，寿命通通无量。这个修行道场，十方三世只有这一处，没有第二家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来生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啊。我们看下面这一篇啊，科判是半，啊，前面是正报，讲的是佛老师主啊，极乐世界的主阿弥陀佛。半呢是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寿终无量第十三啊。我们看注解，本品显三种无量。第一个佛寿无量，第二个慧众无量，第三个慧众寿命也佛无量。一者发生得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去见佛，花开见佛，见报身佛了啊，不是应化身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是应身啊，丈六金身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丈六，哎呦，这人很高了。啊，实际上不很高。啊，周朝那个时候的尺，比我们的现在的用的尺短。弘一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有一篇文章周尺考啊，他做了考证，周尺，周尺一尺大概是我们现在吃的六寸哦，这样就是要打六折啊，一张六尺要打六折啊，是个高个子啊，也不是叫人看到很压抑的啊，比一般人高一点。发生寿命无量啊，这是发生的。二点呢，大愿铺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，与这个大愿相应，都到极乐世界来了。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法性是无量的啊。第三个主伴入入，真实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经文有三段啊。这第一段，显伴所依主，佛与阿难，无量寿佛，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。
啊，佛的寿命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，长久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，寿命无量，寿命之长久，实无法称说，无法计算。这个地方所说的，正为第十五，四十八愿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愿的成就。阿弥陀佛前面发的愿，这个地方兑现了。啊，真的是寿命无量，寿命长久不可称计，表阿弥陀佛究竟发身。三际一说，啊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说的时间。啊，一如没有三际。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也就是没有时间概念，没有四方四维上下，没有空间的概念，时间跟空间都是一如。啊，西方没有日月星宿。啊，为什么？日月星宿肯定有，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自身放光太亮了。佛身放光明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跟佛一样，都放光明。不但人放光明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放光明，树木放光，七宝池放光，八功德水也放光，啊，大地也放光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，所以它叫光明世界，它不靠日月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，你没有感到这个星球有公转，有自转。好像没有这个现象，真没有这个现象。啊，十方世界有这个现象是什么？它有物质现象。那个世界是微尘聚的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：“一合相。”啊，合是把它揉合，一就是微尘。微尘就是物质现象的基本单位。啊，佛经上讲极微之微，啊，也叫极微色，啊，也叫灵虚尘，它跟空做邻居，就它不能分，你再一分裂就没有了，就虚空，啊，物质就不见了。这个现象被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，这宇宙这三个奥秘，物质这奥秘被揭穿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那所以科学家看到佛经所说的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科学家用400年的时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继续不断的研究，到最近的20多年才发现。啊，发现跟佛经上说的一样的，
物质从哪来的？从心来的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都是佛经上啊，完全被证明了。物质现象确实是念头产生，因为他们分析，把微中子打破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看到什么？看是念头波动的现象，这就恍然大悟，物质是假的，啊，它生存的时间太短了，在前一个相，后一个相，它寿命多少？多长？啊，几乎没有了，生灭是一，不是二，到这种程度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个数字，给我们一个概念。啊，一个物质现象存在，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2240兆次，单位是兆。我们怎么控制？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控制不到。啊，为什么？可以说它根本不存在。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质现象，叫物质现象累积。啊，累积成一个很大的数量，哎，我们看见了。啊，它消失的时间比较短，啊，就是它的寿命延长了，延长不是单独的，是一种幻象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现在知道电视，这里面的画片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100次。那也就是电视上的画面的寿命是1/1秒。那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。啊，1/1秒要单独一张，我们根本看不见，我们或许有一个感觉，感觉什么呢？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，光里的什么东西没有看清楚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必须要这个1/3秒可以看到里头有人、有房子、有树木。啊，可以有这个概念。那，这个概念很模糊。啊，人长得什么样子没看见。啊，只看得像个人，瞳孔。啊，没有看到他的面目。啊，熟人也不认识。假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讲不生不灭，很有道理。生灭等于不生不灭。啊，叫物质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是念头。啊，念头的生灭跟物质是一样的，也是一秒钟，2240兆。啊，念头的生灭跟物质生灭是相同的，太短太短了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在找这个，找物质现象。啊，
到底是什么？那佛经上讲的念头的升起这个现象，是从业相生的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先有业相，从业相变成转相，转相就是念头，啊，由转相产生境界相，境界相就是物质，这宇宙三个奥秘。那佛说呢，业相从哪来？一念不绝。一念不绝就是无始无明啊，这无明为什么称无始？它不是真有啊，真有就有开始，它没有真，它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啊，一念不绝入了梦境，等梦醒了一样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会有意念呢？这没有原因，这个原因找不到。楞严经上，佛用眼若大多弥陀任眼，用这个比喻跟大家说明。啊，意念不绝，没有原因。啊。所以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如果真有原因，那就有因有果，没有啊。达到最高境界，一切都不可得，那就是大涅槃，那就是法身。这个地方幕后这一句，故报身化身寿命一切无量。那佛的三身都是无量寿啊，他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我们再看极乐世界的大众，显半庄严。第一个小段，法数分四，标举速度，经文只有一句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啊，大众就只举一种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那第六、第十六愿，声闻无数愿的成就。啊，这就是断见思烦恼的人多 啊，也显示出佛陀教化的成就啊。声闻是小乘，断见思烦恼，到极乐世界断见思烦恼的人太多太多了啊，在凡圣同居图里头，断见思烦恼提升到方便有余图。佛寿无量，故常觉众生有的是时间在教学啊，常常觉就是教，帮助众生求悟啊，它不间断啊。极乐世界我们读了这些经文要仔细想想啊，许许多多跟我们这里不相同，我们这里有昼夜，他没有。
我们这个地方有时间，有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他没有。他没有年月日时。啊，光明，一片光明，没有黑暗。啊，而且是法性身，不是这个肉身，这个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这个世界，是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是微尘聚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合相。那是微尘聚集成心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不是的，法性身，法性身没有生灭，法性身不会生病，法性身不会染污。啊，法性身不需要饮食。这都自在，法性身不需要睡眠。啊，我从这些地方的时候领悟到，哎，极乐世界告明，我们莲花化身，在莲花里面就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加持什么？帮助我们转八识成四智。所以花开见佛的时候，就是发心身，就是发心土，整个转变了。啊，那么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七宝池就在讲堂的旁边，花一开，你就见到佛。阿弥陀佛在大讲堂正在这里深坐说法，今现在说法，啊，念念都是今现在说法，无量寿都在今现在说法，他没有下讲台。无量无边寿命没下讲台啊。哎，这个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？我们会想到，我们进入讲堂是凡夫，没开悟啊。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讲堂呢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成佛了，我们毕业了才离开讲堂。啊，他那里没有年月日时啊。每个人离开讲堂的时间不一样，有人很早就离开，有人很晚才离开，啊，要坐很久。啊，是在讲那个地方，长久，时间的长短，没有这个概念。没有时间概念，没有空间概念，啊，是这么一个事情，非常奇特，啊，那就成佛了，你才离开讲堂，啊，虽然不离开讲堂能办事，啊，没障碍，你看阿弥陀佛，没离开讲堂。说法没中断过，无量劫也不中断了，在说法。啊，他办什么事？他分无量无边身、化身、分身的，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？到十方世界去戒引众生，每一个世界念佛众生。信愿持名，条件具足了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佛要化身去戒引他。佛不化身戒引，他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。
个道理要懂啊。那每一个人往生在讲堂听经的人啊，没离开讲堂，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能化无量无边身啊。那我们去了化身干什么？化身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拜佛。拜佛供养修福啊。那除这个之外，听经，一切诸佛都在那里说法，听经。佛慧双修啊。啊，而且同时可以化无量无边身，同时亲近无量无边诸佛，听无量无边诸佛说法，什么法都听到了，而且时间都不间断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。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切佛全念到了。这个要知道，这个修学的道场太殊胜了啊！到一极乐世界，就是到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都不漏啊！无论你到礼拜什么佛，到哪个世界，这个一句阿弥陀都包了，都包括在其中。这能不去吗？不能不去，应当学，应当往生啊！佛愿无极，故应广施惠众啊！阿弥陀佛要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太苦了，十法界的众生统统一度啊。上面是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普度，一个不落啊。所以故应广施惠众，是以各种声闻等，等就是大众，一佛无数无量，数不清，数不尽，再看下面一段，神之自在。神是神通，智是智慧啊！请看经文，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！我们看注解，神之洞达者，显彼土会众。极乐世界这一些与会的大众，他们的神通，他们的智慧通达透彻，神通通达透彻，智慧也是通达透彻圆满的了。到极乐世界
等于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虽然你还是菩萨的位置，但是你的神通智慧好像跟佛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那神之洞大者，贤彼土会众之神通智慧通达透彻，往生论语天人不动众，这是指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讲堂里的会众清净智海色啊，论注里的说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色，故皆神智洞大，威力自在。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真经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夏莲老汇集这部经，没有改动一个字啊，通通是原译本里面用什么字还用什么字，所以字字是真经啊，跟一般的会议的时候不一样，都改动几个啊。王龙书记有这个问题，魏默生也有这个问题，啊，彭继清是借本，魏译本的借本，啊，不是完全的，啊，所以改动这个不可以，汇集一定要用原文，真经，啊，黄念老的注解，你看看。他所引用的193种参考资料，这里面有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，正知正见，注是正知正见，经是真心，真正是第一经的内容，小华严，古来祖师大德赞叹的啊，大本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华严是什么？圆满具足一切佛法。那本经就是的，跟华严一样啊。啊，经文大幅度的缩短了，只有一卷。啊，华严。除掉翻译里面重复的99卷了，99卷里头的一卷，这一卷就是全部的华严经。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学什么？学这个就行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早年讲华严，讲了不少年了，十几二十年了。啊，我们把它放下了。
换这个本子啊，中本华严啊，这个本子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学习很多遍，遍遍不一样。所以经没有意思，你学自然就有意思啊，随着你学习的变数，真的遍遍不一样，遍遍不相同，法喜充满了，智慧生起来啊，一千遍小智慧，两千遍大智慧，三千遍大大智慧啊，四千遍五千遍五千遍可能是圆满智慧。我们要懂得古人教给我们这些方法都是真话，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，要相信你才真有福报。你要不相信没福啊，半信半疑，福不足，智也不足啊，必须完全肯定，丝毫怀疑没有啊，真正佛说的嘛，本经自己也说嘛，世尊末法九千年都靠这一部经真正得度，其他的法门好难的，要自己断惑，靠自己。这个不仅特殊，完全靠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有圆满具足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那完全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一生成就啊，这一生往生，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啊。所以往底下往生论里说，天人不动众啊，这个不动就在大定当中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，自信没动过，那就是自信本定，就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得了啊，不动呢，不动是真心，真心生智慧，清净智慧智海生了无量智慧啊，清净心中生起来冷住。谭鸾法师说，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生，故皆神之动大，威力自在啊，能自度，能度他啊。神智，神为神通，智为智慧，此是两字分居，合为一词，则自在彻见四谛之智慧啊，这是大自在啊。变法界虚空界，无论是事事相，无论是理道理，全明白了，这样的智慧啊。下面说神，
神者明也，此之智慧也，神明无极者也。啊，动者呢，究竟通彻；达者通达无碍，显示在威力自在上，威神之力自在无碍。那这个威神对自己是大幅度向上提升。那为什么？十报庄严图里面还有41个阶级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40个等觉，41个啊，这种威德神通自在，帮助自己提升了，向上提升了啊，帮助自己在十方世界教化一切众生。自在无碍啊。啊，下面举出一个比喻。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身显华严光下自在。一多相容，事事无碍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《华严经》上说，这个经上都有啊。啊，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，就算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这样的啊，没有说凡圣同居土往生的除外，没说这句话，没说这句话就通通都有，没有成佛，得佛力的加持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几乎是平等的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一到极乐世界就有啊，不是要到那里学多久啊？没有，没说学多久，到那边就有啊，佛就给你加持上啊，那个地方没有障缘，所有一切烦恼习气的因缘全没有啊！女人往生都变成男生啊！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平等的。男女情志这个缘没有了啊，纵然你阿赖耶里头有因，没有缘不起作用啊。这一句身显华严光下自在，光下没有了才自在，有光有暇就不自在了，他没有了。一多相容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这都属于四四五碍。啊，黄念老在《进修捷要》报恩坛里面讲到这个情形。他举现在科学家讲的是叫什么习啊？全息照片
他举这个例子啊，全息，全息照片。我们把这张照片，全息照片，把它剪成两个，让它显得像，每一张都是完整的。纵然把它分割成几百、几千个小点，在极光关照之下，它还是完整的。这就说明了小中有大，而且是大的全体。那今天我们用的晶片，这很类似，很接近。你看晶片很小，指甲这么大的，里面可以容一部大藏经。大藏经大了，这个晶片很小啊，指甲这么一点的大，容一部藏经。是寂呢，一微尘，微尘是什么？极微之微。今天讲的，科学家讲的微中子，微中子里面有整个宇宙，没有大与小啊，世事无碍啊，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，平等的。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又《维摩经》里头一些掌中持世界，一个手掌不大，里面是全宇宙，整个宇宙在掌中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科学在今天，用指甲大的这么一个 小东西，里面能包容那么多的资讯，我们就能想到科学不断的进步，将来会有一天手掌里头有全世界的信息，不是我们地球现在就有了，你们手里头的手机上就能够显示出来，是整个宇宙在手中，我们相信能做得到。这是用科学技术，那佛法不要用这些东西，佛法用本能，不用外面的，外面东西有局限性，还有后遗症。自信里面的东西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回去，自信流出来的智慧，阿赖耶流出来是知识，必须阿赖耶识里头有含藏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它才能起作用，没有用真相好啊。佛法是叫我们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用真心，做个真的人，不要做假的。用妄心就是假的，用真心就是真的。那真心第一个就是不妄语。绝不欺骗人，对人要恭敬。对别人恭敬跟对自己的恭敬是一不是二。一定要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每个字都做到，切实做到。佛法里面三规五戒十善，三学六度六
和敬，统统做到。这就是真人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真人就叫做菩萨。中国人称为圣贤，圣贤人是真人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难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，你把那些虚伪假东西摔掉就是。啊，这个不是从外求来的，人人都是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圣贤。为什么不干？啊，从哪里下手？从读经下手，非常好的方法。啊，如果真想做圣贤、做佛菩萨，无量寿经，每一天从十遍开始。啊，我每一天念十遍。用十个小时啊，初学十个小时啊，往后去一直下去，以十个小时为准啊，十个小时不能少过十遍，十个小时可以念二十遍，那大概要几年的，两三年的功夫熟透了啊，一个字不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真心呐！啊，经云啊，《维摩经》上显掌中持世界不可思议，经云住不可思议，解脱菩萨极乐世界。个个都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断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人啊，陶是工艺啊，陶瓷制造陶瓷这一类工艺的，他们的手很巧，很灵巧啊，住右手中制过恒沙。世界之外呀，其中众生不知不觉，即知所往。啊，又复还至本处，都不是人，由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这些是闲的人，神通。威力自在啊！啊，能把两个世界当作皮球来玩呢？啊，丢来丢去，啊，像打篮球一样啊！啊，那个星球上人呢，不知道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啊，他们玩够了，把它放在原处，原处是。这个星球原来的轨道上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到此地，啊，这个下一堂课我们从这里，从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啊，身显华严，广狭自在，一度向荣，从这儿学习。